未有来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来看看孩子兼容乃乐的另一面。别动！蜗牛也可以吃啊，我没有忌口，馄饨、阳春面、锅贴什么都可以。所以得弄好吧？嗯。开心吗？嗯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不是住院的。黄秘书，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培训啊？那我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，奖金多发一些吗？50，50，50。